有些人他们本来很会唱歌的，可是长久以来他们没有机会唱，结果观众就慢慢忘记他们曾经是这么会唱歌的人。比方说我吗？你的铺陈好像是为我而来的，是不是？这样，如果有人在电视上面这样讲，你在电视机前面会觉得是在讲你吗？会这样吗？我不知道观众是怎么想我，但我一直觉得我歌唱都没有被发觉。对啊，你每次唱都让大家好失望。等一下看有没有办法没有，可是我证明你的实力。我在 KTV 真的大家都会说啊，你怎么唱歌这么好听？可是 KTV 就大家都醉了，然后灯又很黑，谁知道闹鬼一样。就一上电视，我整个歌喉就没办法表现。我们今天请的人的实力比徐熙娣小姐要强很多哈。我不应该想太多，反复的黑色天空是你刚带来的是你当初录专辑的那个伴唱带吗？对，就是卡拉。所以里面合音是你自己。对。那歌词都还记得哎。都还记得啊，因为其实就是常常会把它拿出来听，然后想说，哎，还蛮好听的、啊，怎么会这样？常常拿出来听啊。对。他的歌还蛮有味道，可是刚刚有几个音没有那么准嘛，是不是？我觉得我个人最大的弊病就是面对机器很容易紧张。我知道，我也是这种心得。我的喉咙已经有点长茧，所以等一下我们有机会听到破音吗？哇哦 ，S 很喜欢听破音，一定要破，加油！冰切冰切，好，为了满足你，我尽量一定要 OK， 谢谢。Gives you the right to be free. You said be patient, just wait a little longer. But that's just an old fantasy. I've got to get ready, just a few minutes more.'Cause tonight is the night for our feeling alright. We'll be making love the whole night through. So I'm saving all my love. Yes, I'm saving all my love. Yes, I'm saving.生活
或幸福，谁有勇气不懦弱？该怎么沉默？该怎么嘶吼才能让一切好受？我不是英雄，在决定爱以后，我的心只得一个人左右。我不是英雄，在黑夜的天。现在才刚换，才刚换经纪公司，这样下吧。应该这是我一个梦，还是要当就对了。还是希望可以当。有人告诉我，爱情像杯酒，他说我和他吧，别走。别考虑这么多，他挡不了你的身，也少不了你的口和嘴巴，不要回头。和爱的酿的酒，你唱错歌词。你知道为什么会唱错吗？因为你头拉太长了，头，然后你忘了自己后面要干嘛。因为我刚刚头忘了怎么结尾，你知道吗？所以我们整张专辑里面大概80%，那时候大概一张专辑，杰伦会帮我们写两首歌，其他都是小众。刚刚那首是谁写的？那是杰伦，哇，杰伦写的。然后那个时候杰伦是刚刚被签进公司，然后他每天在我们的办公室里面是躲在一个大概2平不到的房间。大家不要笑，天王是这样过的哦。2平不大的房间哦，只有一个睡袋，一个 keyboard， 他就在那边每天生活，然后衣衫不整。但是他写给我们第一张歌，第一首歌就是《世界末日》的时候，我们听到，我们不是骗你们，我们四个人都觉得说我们要红了，因为我们都知道那首歌太厉害了，而且他和声编曲各方面就觉得哇，这个歌在台湾没有见过。那还好死不死，后来来一个真正 A B C 的陶喆进来了。陶喆进来之后是真的把 R&B 带进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哦，我们不要混了，真的不要混，因为陶喆那个音乐太厉害。所以整个故事是要讲周杰伦跟陶喆多厉害吗？